今天获得这个亚太客户服务关系杰出奖，我非常高兴，这是对我们公司连续六年来持续不断追求这个杰出的客户服务的努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肯定。那么我们将来今后的这个工作当中，进一步这个以客户需求导向为目标进行战略转型。我们的转型目标是关注客户需求，这个改善客户界面，提升客户体验。那我们的思路是通过基于新技术应用的模式创新和流程再造来提升，来改善我们的客户互动啊，提升我们的客户体验。那么也祝愿我们这个亚太客户服务关系奖项能够在我们今后的发展过程当中把我们奖项的品牌做得更好，使我们的品牌走向世界啊，使我们拿到这个奖项更加感觉到骄傲。